天底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可是韩国瑜的确啦，2020就要选，这个机会近乎是零。不过呢，对于包括美国在内，我想不止美国，包括美国在内都很想了解韩国瑜，接触韩国瑜，熟识韩国瑜，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始。因为到学校去访问嘛，那韩国瑜也不是学术出身啊，他也不是哈佛的校友啊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在台湾有意义而已，而是在全世界的民主政治都面对很大的冲击跟挑战，然后民粹的快速崛起，那这些新兴的民粹领袖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包括柯文哲跟韩国瑜又很不一样哦。然后我们跟其他国家的民粹领袖比起来的话，韩国瑜其实也很不一样，所以对美国人来讲，他会想要去了解全世界各地崛起的超人气的民粹的政治领袖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他们是怎么一回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，跟研究的一个个人，对于台湾要选总统的人一定要去访问美国，而且一定要去华府访问，除了现任的总统，因为现任总统很不方便进入华府，很难到华府去，所以对于这些要选总统的人，他可能是如果他有机会选上的话啦，这可能是他选上之前唯一的一次机会去华府，他非去不可。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他虽然这一趟好像只有安排在西岸，连东岸都没有过去，但我觉得他如果要选总统的话，所以赶快加个行程，就是迟早一定要去，不可能没去华府。可选前去两趟不太合理啊，也不会啊，他可以正式提名了以后再去啊。哦，所以这些就是说，对于台湾要选总统的人，没有去华府访问，这是太不寻常，不太可能，一定会去。哦，那所以呢，柯文哲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安排访美行程，